生你今天已经到家，孤然到家，来一路之上辛苦了，快坐下歇歇。弟弟你，四五姑娘主公去了，明日一早方能回来。阿女姑，我出外岁花将近一年，我不在家，弟弟都该是兄长了，多谢你啦。不用谢。四妹，你不在家，我已经请过满四句了，只等你回来，四五余生日后，我也该同生回去了。有这般心情，只因母亲年迈，无身之荣，才我早早回去。阿女姑。两分你干
在家许春早，春早养成把红红红丝牵。Thank you.
下亲这么狠心的爹娘，把孩子往人家门口一堆，谁不要脸？哎呀，你看你小儿郎都破样了，小儿郎全失态了。我来替你擦一把啊。咦？这是什么？锦书。小子，妻儿心何伤？国难家财丧，八百多古庙，且等开书上。早中擦了金针，到此。
是菩萨圣娘。是呀，莫非他是落难中娘？太辛苦了，你这算什么话？倒
我从小把你抚养成人，你我成亲之时，我为我们欠下一大笔债呢。至今轮到正月半喜日，你宛在一旁是风凉话，怎么良心？哼，女人家头发长，见识短，你懂得过什么？去，快去换件衣裳，我们晚上一同去吧。啊，做人岂能忘，要根本落清不成。啊，什么落清不清，懂的女子的清。看仔细了，看得清清楚楚，明明。爸爸，你且听着，收到聂总从容应赏，杀光光宝，绝不轻扫。俊爷，我暂且回避了。统统引我出来，出来，出来！俊爷有何公关？
花把早定七万小眼中进我叫出来。咦，这爷我都问你们路糊涂了，我们这里面正在办喜事，哪里来的什么小孽种啊？是啊，俊爷，这铁匠铺中只有我们妇女两口子，你们一平时弄错了，弄错了，哼哼，收我是美，全是美，可不要把这喜气冲掉。你是什么人？我丈夫是李正。原来是他，是是，弟妹，为人不做亏心事，不怕本衙鬼敲门。我李老大当了40年的铁，别的没有，只有一样啊！啊，娘他们是是是。不见影儿，是不是我什么人？你们也不相信？再说是。新军爷酿造在你缸之中，小孽种啊，小孽种，我心里念好疯啊！谁家的孩子？这是谁家的孩子？来呀，哟，与我捆绑！是，他是你什么人？他是我的赵灵啊！不，他是什么人？他，请，他，请，捆绑！他乃是明月的亲生。王花闺女哪里来的孩子？数月之间，命你远去赴宴，碎花。好啊，绣花绣花，绣出死孙之来了。爸爸不要哭，妈妈抱，妈妈抱。奸夫是谁？Oh,
佳名雪花头似方出此丑事，难为你了。事已至此，我也无法了。大伯，这是暖家的。什么？大伯，拿来。大伯，你拿来呀。啊，羞辱！
叔公。哼，谁是你的二叔公？不是就不是好了。站住！都是你，嘿，等我割掉立正官职，我挨了40大板，压重。你是他妈人啊？你敢顶嘴？哼！小孽种，等着瞧！怎么啦？你看你衣服都撕破了，鞋子也弄脏了。妈妈，这脸上乌一道紫一道的，你在药堂之中是怎样都死的？妈妈，我不要都死了，我不要都死了。不是这么说我啊，今日你不用功，转我别人忘记啥哦。看你，我要看你。谁说我不用功？谁说我忘笔扫墓？到底出了什么事？我们快快讲嘞！妈妈，小绿包真贵气，今年又要他把头低。老爷。
今天讲一个金锁的故事。我不要听，我不要听，这金锁是什么？讲啊！人家都说这金锁是亚诺人送给你的催东西。Thank you.
今日扫出去，吃饱了，早些上药堂读书去。哦，妈妈，我不要读书了，我跟阿牛叔叔当铁去，将来挣好多好多的银子，给妈妈买好多好多的好东西。宝儿，你要发奋进步去功名，叔叔那里，今后不要去了。为啥不让我去？你是说阿牛叔叔他不好吗？不，他是天底下最好的好人。那是为啥？平常他送东西来，你总是躲着他，这也是为啥？为啥？为啥？哪来这许多为啥？叫你不要去，你不去，你就死了。哦，阿妈，阿牛叔叔来了。妈妈，阿牛叔，快进去。阿女姑，四妹，阿牛叔叔，你挑的啥东西啊？松茶一袋。你看天雪快要下雪了，但怕你们母子两个要冻坏了。叔叔真好。好什么？当前叮当响，穷得响叮当。宝儿，宝儿，奴老个病。千万的当铁魂，清楚了，你可不要笑我。
姊妹两连理，从今儿两股苦水也清了，两家里担且现在大事还没多着，等那个当铁佬出来，立即将他放了，一时码头再来帮另外一个。是。嘿。啊。嘿嘿快送
有生此番称为绝地，建造恩师教诲，有道是一朝为师，终身为父。此次恩师在朝，岂在有生一拜？一起夸夸亲戚，哈哈哈哈哈。切素也磨的心。
老夫人，你丈娘公哪？从今以后，我一定尽力自动亲生母亲也有。好啊，从今以后，我也会带你是自己的亲生儿女也有。此次师母在上，请神有事一拜，快快请去。今天黑园真是百花齐放，你何不进去晚上也放？我去后厅接你设宴接风，谢师母。免道折折红送与长远公，穿件牛大神。苏四康，他怎么到西安来了？你是江总管得来请送免道。哼，你以为你改了一身，换了门第，别人就认不出你来了。是啊，是啊，哪怕他改名换姓，谎报家门，投胎无上，嫁错朝婿，还是有神色。他的，你审查了我余官怎样？难道我长远公我会怕你不成吗？到底是谁怕谁？那就等着瞧吧。大胆！你以为我还是十年之前么？今日落在我的手中，岂肯轻饶于你？来呀，且慢！长员工，你要做什么？我要问你的财。问我什么财？趁臣自卫，夺个马菜，要卖妻子女。我操！你是怎么会知道此事的？他是你的什么人？我又是你的什么人？这。长月公，你可要替自己想想，一个杀了林彻的四子，经过皇国家门，西天王上问着朝拜，又该当何罪？此事杀传扬出去，就是保举你的恩师刘大人也逃脱不了关系。长月公，你可不能将头保啊！哎呦！
家心的草就把你瞒到底，哼！哈哈哈哈哈！大家体体面面，还客客气气。不过，翠花实在心头，实是你不仁，须怪我不义。你。来呀！来了，来了！赵月公，谢谢奴妻，请用免堂。
是嘞。
今日已得中退命草原，此番乃是高家回来探望母亲的。此话当真？当真？是为娘，我也只能舍得离开你。哦，放心吧，明日跟儿一同上京，我在府中照顾我的宝儿，也就是了。哎，你是干啥了？母亲，孩儿今晚用力进城。吃过不足了，宝儿，你怎么说出这句话来？我欢心似苦，夜日八载，虽是为你宝儿一个彻底自责。母亲，孩儿虽要为官，休得杀气母亲，虽要母亲休得吃过。恰是为何万望母亲死在孩儿母已经不是你的宝儿了。宝儿，孩儿是故杀了林彻的私生子，进不得考场，判不让功名，万般无奈，儿子的革命万幸荒坂蒙顶，母亲生子女儿也同进京，只恐陪他。他是谁？他们知道了白鹿机关唐虎李猛，万望母亲见谅。Oh, yeah.
母亲，你今天孩儿留下了吧？宝儿，
快进吧，歇歇去吧，母亲，去吧。哎，母亲，我还要做一位真心哦，那孩儿在此陪我母亲，不宝儿，母亲。哎。
亲房雪花能水，为我一年官职加衣，这件事办的是何了？启禀老夫人，昨日一早二十名雪花姑娘姑姑顺利朝觐，今天又遇到了一位楼罗高头的杏花女子，她年纪最大的些，可她绣的花儿啊，好似把那飞舞的、蜜蜂舞的都招引过来了。快看，这里她绣的罗帕衣服，请夫人过目。呀，绣的真像我的一般。此言，这位杏花大神也在哪里？正在门外等着你，快快等他进来。喂，那位杏花大神，老夫人唤你进来。命你见过夫人。罢了，看你手艺甚好，可要为我与你官职加衣。明日病人虽此生没生，夫人少不言弃，是算是愿意的。此次甚好，趁夜领他到下方歇歇去吧。是，大圣随我来。
姐妹们辛苦了，老夫人说歇歇去吧。大婶，这是老夫人送给你调养身体的补品，这是谁当得起呀？大婶，老夫人一片心意，你不必太让。那，此次多谢夫人哎。那老夫人为我你。并非老夫人所生，小姐的爹娘早已死在血泊之中，是老爷夫人将她从小抚养成人的。那老爷夫人可以亲生儿女？有个男孩。18年前，老爷夫人被奸臣所害，亡命途中将宝宝丢下了。宝宝丢在什么地方？富春江畔。富春江畔。李下人家门口，被一位好心肠的姑娘收养了。公子事情可让领会。3年之间，老爷夫人一直寻找，可惜他娘怎么早已不在人世了。莫非就是他？大婶，你说什么？陈爷，老夫人待我十次甚好。我想会送他一件东西。什么东西？那些副绣像是我花了18年心血收成的。陈爷，你替我挂上，请老爷夫人到此一过。
去怪路，不行，思想不正，思想要清。叫虚化大圣进来见我。是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请问老爷夫人大事不好了？何时进化？那位虚化大圣被众棍所害，倒在血泊之中。凶手何曾拿到？眼见到侧夫，快与我速速罪过。是。Thank you.
亲戚，恩人大难不死必有后福，老爷去状元府中接个便来，恩人轻松，夫人轻松。母亲哪里？母亲哪？
地方？这里嘛是祖国人享福的地方，鱼龙光相，面孔嘛一看就是个少太郎。你猜错了，我不是少太郎，我是个当铁佬。当铁佬？当铁佬？你长得呀顽勇的噻。说嘛，喂，你找谁呀？我找刘明月。刘明月？他是你什么人？他是我师妹，我叫阿女。啊，原来是阿牛老爷。阿牛老爷，阿牛老爷，阿牛老爷，我叫老爷，我叫阿女。阿牛老爷请坐，阿牛老爷请坐，阿牛老爷请坐，阿牛老爷常言道，大人不急，小人过，在下努力。好沉重，你说说，我进去禀报一声。咦，我倒被你弄得混腾腾嘞！一会儿嘛叫我锁台路，一会儿嘛叫我罗呀，一会儿嘛不念我说。一会儿嘛，又硬要我坐了。哎，这个人的脑子是不是有毛病噶？李夫人到，四妹，阿四妹哥。Hello.
种瓜得瓜有结果，我怎能扶公随路来了府门啊呀我错。
不合适。合家合家，刚刚合家。阿弥陀佛，四妹。Thank you.